老公，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没有了，人家起诉了，该借的我都借了，把车我也卖了，现在还差80万。那如果凑不够怎么办呢？实在不行，把房子也卖了吧。老婆，你别哭了，你这不还有我呢吗？李总，钱的事儿能不能再缓一缓？我跟我老公正在凑。凑什么凑啊？钱都已经还上了。什么？还上了？哎，这是合同，你看一下。谁帮我还的？一个老太太。老太太，老公，咱们的钱有人帮忙还上了。还上了？谁帮还的？李总说是一个老太太，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咱妈呀？不可能啊，公司的事情妈不知道啊，再说了她哪来那么多钱呀。老公，走，咱们先去妈那一趟。走。哎，你是谁啊？你们找谁啊？你谁呀？这是我们家，我妈呢？这房子前几天一个老太太刚卖给我的。什么？卖给你的？那咱妈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走。喂，妈，你在哪儿呢？在家，我们就在家门口呢。喂，妈，老婆，这情况不对啊，咱们赶紧分头找。老婆，我们分头找。喂，大姑，我妈在你那儿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